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上期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台2006年的，当年售价将近百万的雷克萨斯 GS430， 它甚至比当年的雷克萨斯旗舰轿车 LS430 还要贵20000块钱。那我们今天呢，要把这台车呢彻彻底底的从里到外给它彻底的恢复完毕，看看这台2006年的老掉牙的8缸车型保养完究竟要花多少钱，普通的工薪阶层究竟能不能养得起这些东西。东西呢，就是以上这次保养大概要花的一些油水以及一些橡胶件之类的，但实际上要保养的东西远远比这个要更多，而且前任车主他有全程的 4S 店记录，从2006年一直到2020年一直都在 4S 店保养，之前他在 4S 店里面换过了这台车的全车的避震、底盘的一些衬套、胶套还有机脚之类的东西，所以呢就让我们的保养这台 GS430 还专门买了一套工具，这工具多少钱啊？外面零售价100多，这么贵啊？对呀、那看来今年还是得多搞几台车，要不然回不了本了。对啊，这专用的工具是不是？100多还行，我操，吓我一跳，我以为听说专用工具又得好几千呢。哥哥来亲自动手清洗节气门，哇，这就是正时皮带啊。其实这只皮带应该还挺新的，你看看。确实挺新的。都说这机子很老了，皮带机什么的，你对这个机器怎么评价？其实除了这个正时是皮带的，嗯，这些可变正时调节啊、电子节气门啊，嗯，跟现在的机器基本上没什么区别。这个皮带啊，其实拿来看成色还很新很新，整个这个沟槽很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磨损。预测一下这个跑了多少公里？大概也有跑了2万到3万公里吧。但是车主他不放心嘛，他要求一定要。I feel nauseous, believe me. Never had a lot of shit come easy. Had to work hard, struggle just to be me. Had to rise up just so they could see me. Did what I had to do just to feed me. And what was left over I put towards my dreaming. But the only thing in life that has meaning are the things you gotta work for that like me. Open up your eyes and your hands are wrong. Your own hands can land your own brand and damn. I feel like no one takes accountability. They want the credibility convincingly. I'm willing to put in the hours it takes to get some power. Don't wanna be sour, take a cold shower. Scream until you're louder, work until you're prouder. I've been cruising in my lane fast, call it high speed. I've been working hard, yeah, I've been working nights. I swear to God, if you think you're in hot enough, I'm like me. I always be taking shots, yeah, cold-blooded, icy. Watching numbers grow is what I call sightseeing. In the front row, run it up when they hype me. The following grows, they know how to ignite me. Call me CEO, I've been running shit crazy. I won't stop until they give me names. I create my own lane, make the pleasure out of pain. Turning losses into gains, I'm the boss, I'm making change. I've been rocking this exchange, I've been off and risking things, gonna make a better name. I just wanna be famous, but I don't want that cheap fame. No, I'm not that vain, I just wanna be greatness. Yo, let's go. I'm just telling you to fight for your dreams, but it's not what it seems. Man, it's hard to be seen.
我们现在在换这台车的四轮刹车盘片，但是发现了这台车之前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它的手刹片特别的薄，其次呢是这台车的手刹片啊，它上面有很多的凹坑，这些凹坑呢是因为前任车主啊带着手刹跑过，反正就把这上面咬的一块一块的。第三点是这个车的刹车的这个卡钳，它那个销子呀不往外走，因此导致啊这个车的内外的刹车片磨损的厚薄不同，因此这个活塞刹车的活塞也得给它解决，它现在不往外走，这些问题呢都得把它拆下来才能发现。因此有这种老车呢有很多问题其实是那种很隐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种老车啊，一定要注意它的三元，如果有些老车它的三元出问题的话，这方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像准备这种老车呢，其实它真的是要花费很多很多精力和时间以及金钱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其实我在这里想强调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买二手车这个东西为什么有很多同年份甚至公里数都比较接近的一些车，为什么他们在卖的时候它价格会差距会那么大，而且还有些人还宁愿去买那种贵的但是不买便宜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这种细节和平时用车的习惯还有保养还有它的各方面的易损件的更换，其实会在后期大大的改变你车子的整个的这个行驶的质感和品质。所以有时候你买的车子它价格贵一些，其实并不一定代表你吃亏了，你买的车价格特别便宜呢也不一定代表你就一定占便宜了。然后我们来评价一下这台车的底盘啊。首先这台车底盘日常开着的时候它的质感真的很棒，很厚重很扎实。但是我们看一下这台车的材料，它的底盘的一些结构的材料，比如说这个下摆臂它其实是钢的，然后这个前面的这个元宝梁它是铝的，但是除了这个前面的元宝梁是铝的之外，它剩下的几乎所有的底盘件全部都是钢的。照理来说啊，一个售价将近百万的车型它的底盘件居然没有用铝合金的，其实
实有点说不过去的。我们来到后面看，其实也是一样，后面的这个下摆臂也是钢的，并且呢，后面的整个这个元宝梁，后桥的元宝梁也是钢的，所以这台车底盘的用料，其实说实话比较的一般吧，包括这些下摆臂其实都是钢的。但是也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丰田能用这些底盘的材料，然后能把这台车调得这么好，确实也挺不容易的。不过我觉得丰田在这方面做的确实抠了点。我觉得节目的最后我来问一下老李，这台车准备如果放外面的店的话，像这种水平的准备你觉得得花多少钱？大概核算了一下，14,500。那其实也不算贵啊，因为买这种车型的人，对他们来说，其实花这些钱去把一台车从特别老的状态，然后恢复到特别好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人买这种，至少买这种车型的人，他们是愿意出这个钱的。是时候给这一次准备做一个总结了。这回这台车其实我是14,500左右拿到的车，然后给它外迁出去了，将来要提档过户，这些成本可能要花到3,000。所以这车我们拿到手的成本就得14,800左右，准备我们来来回回最起码得花了有将近10,000块钱左右。然后这台车我已经卖到广东去了，卖的价格是16,800，然后过段时间就给它发板车发过去，大概利润赚了10,000块钱吧。其实你回顾一下这台车的整个准备的过程，那么你就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这台车的车船税每年差不多要4,000块钱左右。然后它的准备虽然说丰田的很多东西其实不贵，但是如果这么一台十几年车龄的老车，你把它整个所有的东西都要求完美的去实现它的话，那可能也得掏不少银子。所以像这种车型的话，一般的小白如果没有什么渠道，没有什么门路的话，我觉得可能我并不是很推荐大家买这种车型。虽然它真的很香，真的很棒，其实油耗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小毛病也非常非常的少。那这就是我对于一台十几年车龄的雷克萨斯 GS430 的准备和二手车方面的建议了。那么 OK， 本期的堂主聊车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